请问台主有没有一款游戏由超人气动漫所改编，描述一位高中生因阴错阳差成为了守护人间界与尸魂界的英雄，并使用他的高超剑术爽快战斗的游戏呢？有，我昨天刚下载了一款 Bleach 死神，那它是 3D 正版的手游哦。东司郎，万劫，敌人有点强，但没有关系。华冠啊，我国的剧情里面没有赢过。来到游戏里面也不会赢，也没赢吧？玩什么？啊！事实证明，这个东四郎是真的很容易输。哦，然后他的玩法是这样子，他会有立即秒，会个人答题。来，该来答题了。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，我有信心答对吗？来，井上织姬最好的朋友是有蛇龙贵。以下不能商城里面购买的道具是。斩破刀，斩破刀可以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，怎么玩？顶上炮死，我这啊，人家怎么死了？啊！打架，二班队的对话是什么？哦，我怎么知道？铃兰是不是？铃兰 ？No， 屁啦！你们都说什么铃兰、夜兰香错了啦，翁草啦！哦哦，天哪、啊！董四郎。哥哥，帮你一下。你哥哥蛮重。茶度的大绝招是让人家想不到他会输。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我十解了，十解。哎、欸，那我更想看茶度的。我去看人家茶度的。不是啦，茶度的怎么可以不看？无法想象茶度输的样子，原汁原味的话少哎、欸，哇，他说他一集就可以结束，真的，一集结束哎、欸，两分钟便可结束，来了，一个字，哦，茶度，等等，你刚刚是被小怪打到晕眩了吗？哦。我按到十连，哎，我按按到了，到了，不是我自己想抽，是就按到了。联盟挂金弓的，所以我刚刚抽到两只哎，好猛哦！胆开，哇 ，SSR 吗？哇，这游戏 SSR 是不是随便抽抽，随便抽随便到？不是啊，这游戏有保底就算了，他怎么感觉 SSR 是随便抽随便到？再打最后一关 ，PK 模式法外之地，这虚也太强了吧！不是，这虚也太强了吧！啊，虚不要，快逃啊！好，但它也有主线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，它其实除了这些玩法以外，还有副本啊，拿材料的地方啊，然后拿钱的地方，跟现实的一些装备奖励的东西。角色碎片等等的，那主线的话就是跟着剧情走。好，那这款游戏就推荐给你们 ，Bleach 3D 正版手游的《死神》，那现在全面公测。